不要去引来了，引来又划不成了。这个主要是这个鸟停在上面很好看的，是吧？是不是？嗯，很有，另外那个枯树树啊也很好，枯的树枝啊，很好看，那翅膀点点很有，这样有特点。 那边红的现在是对岸的，对岸的那个线，这样子大的沟土就定下来了，就这个沟土是这样的啊。然后这里呢，画点高岭，马上这沟土就很漂亮。但这个岸呢，要不要画的比较不画还要好？好好好，现在那个连带，哎，不画了很少。现在呢，先要画树和那个鸟，哎哎。 鸟现在停的少了，它慢慢的会上去。它现在下面带关了，就不去了。你先把树的那个大的位置定下来。大一点的，那个大人口。那个树枝。主要人口定下来。 然后呢，再换鸟，是吧？这个找地方很重要，知道吧？你来看，要找得好，嗯，知道。这个穿插，这两个穿插。然后这个画呢，这个画的构图啊。 这个，它为啥选这个角度啊？这个一个东势啊，很好看。东势啊，这个西东，哎，东势啊，这个西东，哎，东势，东势，嗯，东势，东势，因为东太嘛，东太，哎，东太嘛。这样子画这个，现在呢，应该先画主要的。 主要的这个杆子画下来，画下来以后呢，再来画鸟，大的分开就可能了。这样啊，然后把鸟下来。 这个地方密一点，再空一点，那就很好看，是吧？嗯。嗯，原来这里没有的话，加一点。哎。加一点，叫它更密。